级合伙人的标准一直都不是秘密，对吧？那就是为捷成做出重大的贡献嘛。那这个重大贡献具体的定义，请解释一下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吗？好，正好啊，正好，我在这里再次重申一遍，捷成律所高级合伙人的这个标准，除了经济效益之外，还有拓展，包括但不限于为捷成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渠道、资源、平台等等。举个例子，绑定一个券商为我们的固定客户，那就到了准入项。